看到蜜蜂，它这个啊、哦、白白的哈、哦，是它吐蜂蜡把那个 cell 里头，就是蜂巢里头的蜜蜂起来。啊，蜜蜂采花蜜进来的时候水分很高，大概都25到30以上哦。那、啊、这个时候酒的时候呢，也是有啊，两边都会有。所以我们那个蜜皮啊，通常蜜蜂在储存蜂蜜最边边哈、啊、会先储存，还有那个里面底下都是生宝宝嘛哈、啊，宝宝有生宝宝的地方会先储存蜂蜜。你这是好厉害的，这个香水啊叫做 Flow Hype， 是好像澳洲发明的。等一下，你们万一蜜蜂在你头上附近绕哈，不要躲啊，不要打，你打它躲它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嚣张，它会咬到。蜂蜜在里面会顶着的。你看，这里就是表示它已经存满了蜂蜜了。通常蜂蜜会从这个叫蜂皮嘛哈，蜜皮，它从中间开始存，然后越往越外面、外围这样扩出来。当我们看到这边都已经有蜂蜜的时候呢，表示里面其实就蜂蜜很多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下取这一筐给你。到蜜蜂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躲，手不要抖。那我这管子插上去，等一下蜂蜜就从这边流下来。那你瓶子就放在这底下，放在这里这样，随时等着接蜂蜜。好，我等你。看到蜜蜂不要躲哈，不要躲它。好，一二三，再打上面这一筐啊。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塑胶阀门呢、哦。好，开始，瓶子放好哈。一部分先留慢一点，因为一次全开的话，它那个蜂蜜流出来的量太大，像那个水库一次把所有的闸门开的时候呢，蜂蜜流的很多。